说这女姐们我都想哭为啥的。姐妹们给点意见，俺家月月这两天都该去她男朋友家见家长了，这不是吗？打了几套衣服，一会儿要把俺参谋一下，看穿哪一套见家长合适。等一下，先让我化个妆，更正好看我的妆容怎么样。中中，那得化个妆才能试穿这衣服了。这化个妆看着气色好多了。嗯，等我涂个口红多好啊。咦，你这个口红擦点意思？咋了？给用我的吧，给。好，这颜色太深了，不适合你。嗯，这个抹了水水润润的，可舒服，颜色也好看。抿上嘴试试。嗯，好看。变成雾面的了，像是从我嘴巴上透出来的一样，天生丽质的感觉。变成雾面了以后，你看它不沾杯，还不掉色。你要是喝个奶茶那个啥，它也不用补，还不尴尬。嗯，就是嘞。你涂的那个是 W03，你再叠涂一个 W02更好看。好。嘴上的这个都是的。好看。这一化妆一打扮又一个样。这所有的衣裳都试好了，咱帮着月月挑一套，挑一套最漂亮的，让她见家长那一天穿。比较急啊，在线等。嗯，这试了一身还怪湿的慌的。白试了一身，赶紧吃吧，我走路渴了。我也是。哎，这春开一见家长，你都该成周口的媳妇儿了。还待会儿的呀？见家长了也不紧张，落落大方的都中。去了女方得有这个主导权，主要是看看她家庭的环境，然后看看她家庭的氛围，看好不好。嗯，因为你嫁的不仅是这一个人，而是她这个家庭。虽然说你看这么多年老奶俺都相处的可好吧啥，嗯，但是有了小孩以后，你会发现也会有可多，就是身不由己的时候会有可多。赶紧去考驾照啊！嗯，啥时候先回来了，拿着全国试。我这方向盘都回来了。哎呀天啊，我一说见你结婚我都想哭，为啥呢？这是这一次见个家长，然后结婚还没有说啥时候订婚都没有嘞。感觉他要惹你生气了不是的，你跟我说，我开吃婆子家收拾的。有时候期待婚姻，但是有时候呢又害怕。不用害怕，大步向前就行了。人家说什么就是结婚前可能是一个样子，然后结婚后又是一个样子，结婚之后就是要一个家庭，我要去融入他们的家庭。你作为想想都自己掌握住主导权都行了，掌握住主导权，然后就是自己咋样开心咱都咋样来，不开心的事情咱不做，不开心的事情咱不干，可以了。不委屈自己，对，不委屈自己都中了。